23号的晚上7点多，7点零几分，然后我老婆下楼去开车去接小孩放学，然后发现我们的车子呢停在这里，发动机盖上面有油漆的桶印，然后地下还有滴的还有。王先生提供的照片显示，车子引擎盖上有白色痕迹。他在业主群里反映情况，保安队长回复会给您查监控。十多分钟后，对方说查不到。又过了半个多小时，邻居告诉他，早上看到物业的人在车库用滚刷刷油漆。是消防管，消防管刷消防管，消防管的颜色原色是灰色的嘛，铁的，然后他现在给他刷成白色的。王先生家车位上方刚好有一根消防管，得知这个消息后，他再三追问物业，对方还是说查不到监控。他很生气，觉得物业在故意包庇，就选择了报警。民警赶到后发现油漆被擦掉了，他们的保安也承认说是他们擦掉的，他们干活的人不小心滴上去的。24号的早上，他把那个干活的物业把干活的人给找来了，工人刚好又是我们老乡。我说不必要，我说你们干活的不容易，我说这点小事情不是事情，我没有叫你道歉，不需要。我要的是物业处理事情的这种态度，一直在推诿，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到我的车位旁边录了视频，把车牌号说，车牌号说尊敬的车主，车主您好，因为我们昨天呢工作人员在这里发那个防火涂料呢，不小心呢滴落你车上有可能有一滴吧，这个是我们的不小心，也给你呢带来不便，我在这里呢给你道歉，请你原谅，也给物业呢道个歉，给物业找来那个不必要的麻烦。这个防火涂料呢它是没有腐蚀性的，它也不会伤害你的车漆的。我当时第一时间我一打开这个视频，我懵了，就为了这点小事情发到这个业主群里面，难道你这不是对我道德绑架吗？那别的邻居怎么想，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，一点小事情人家逼着人家这样给你拍视频给你道歉。这段道歉视频是保安队长发到业主群的。王先生强调，得知事情真相后，他没打算追究工人的责任，是物业处理事情的方式惹恼了他，希望物业公开道歉。找到物业，工作人员说负责人不在，王先生联系上一位肖经理，对方表示工人是开发商方面派来维护消防管的，前面跟物业对接过，只是刚开始排查时重点放在了物业内部员工，短时间内没有查到。然后又接着查监控，那么当天施工的话就只有消防的施工单位过来过，的确是那个消防单位他拎着一个那个防火涂料的这么一个桶。那既然在群里面说这个有这么一个事儿，那我们这个不管怎样子就是说也要告知一下业主。是跟你说了，明确说了不需要道歉，人家要给我洗车，我说车子也不用洗，我说的是不是要求你就是对物业的不满，开始一个多小时没有查出来，110一来到就查出来了。但是物业也要排查的。为什么把现场给破坏掉、擦掉？你们做的对不对？这个呢，我也是给我们员工有说过的。我说你这个不管什么样子，不管就是报警与不报警，这个东西不能去破坏。而且在没有我允许的情况下，就把道歉那种视频发出去，你这是对我道德绑架吗？这个的确是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，这个给我们业主也是带来有困惑的，有不对的地方、不好的地方，那的确是需要这个请王先生多多理解、多多原谅。工作上嘛也多支持，因为我毕竟也是刚来才一两个月的。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